各位 DJ Mobi 的网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一早哦，天气很冷，可是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普利司通的轮胎行，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呢？就是换装它最新发表10月27号发表的 Ecopia NH100 的环保节能胎，它的尺寸就是支援14寸到16寸，很明显就是国民用车比较家庭化的车都可以装的轮胎。刚刚好我的车是16寸，所以就拿我的车来做实验，我要来体验它所谓的环保胎、环保节能到底可以帮我省多少汽油下来。我当然也要看它说有没有可能为了节能，结果我反而失去了该有的抓地力，或者是湿地的刹车变得比较差，这都是我要去体验的。等我换装以后，我这一个月我就会在高速公路、省道、山路，我会用力的开它，然后不管晴天下雨我都会开它，我要迅速的累积里程，然后才能看它是不是可以帮我节能。我的车是有涡轮增压的 116i， 它最大马力是136匹，然后最大扭力是22公斤，那在超增压的时候也可以到24公斤米，某个程度上算是个小小很迷你的性能车。那这条轮胎受不受得了呢？也是我想实验的地方，所以希望你继续追踪这一系列的报道。最后呢，还是一样，我们网站有送机票、澳门来回机票的活动，只要您回复我问你的问题，在我们的粉丝团下面留言，你就有机会抽到机票。今天的问题是我装哪一个牌子的轮胎，我装哪个牌子的轮胎，它的型号是什么呢？两个问题哦，不要漏掉，两个问题赶快回答，你就有机会去澳门当一下赌神都可以。拜拜。